界上最无法隐藏的，一个就是打喷嚏，另一个就是身高啦。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段偶像身高意外被揭穿的可爱故事。偶像身高被意外揭穿的方式有很多，有时是成员间无意的透露，像是 APINK 的夏荣明是好心叫王没来的 ND 留空位，但留的位子却是小矮人身高，就曾让不少粉丝爆笑。韩国女子组合原创文章最近 APINK 登上节目，要他们交换成员角色，抽的扮演队长出笼的夏荣甚至直接跪下来表达他眼里的姐姐，更是意外证明 APINK 姐姐的成员的确比较娇小，甚至连勾腿的方式都可以看出身高差别。虽然哈勇讨厌听到人家说他超过170，但连勾腿的方式和身旁的普美相比都像在炫耀腿长，只能偶像们常穿高跟鞋亮相，但真实的身高体然还是藏不住的。在休息室还要勾两次脚，说这个出笼欧尼办不到的叛逆忙内不过身高都只有1公分差异的 MAMAN model， 虽然不会有成员排站出卖身高的困扰，不过继上次被 GF8IND 给意外出卖他们有多娇小之外，最近 MAMAN model 又上演可爱的不止道具的背叛身高被泄露的过程，也让网友大喊超萌。因为平时四名成员在台上霸气十足，不过四人一坐上一周偶像的讲台，竟然只有文星的脚碰得到的。不止宋乐华沙脚悬空，坐姿很随意的灰人腿短短被发现的可爱模样更是萌翻网友，和 GFIND 成员一样随意坐，但是除了 SIN 和 UN 以外其他人都是随便就碰的。还有盛相比 MAMAMO 的娇小再度被道具给出卖，台上霸气台下却萌到不行的反差。